大家好，我是王佑全，今天我要介绍是气候变化。那我们先开始吧。第一，我要 explain 为什么 this is a global issue， 这个是一个 global issue， 是因为它没有只有在一个国家，它是在全球的一个困难。就像我们的雅加达抽地下水，他们的地就慢慢的往下，我们的 global warming， 因为海里的温度更高，所以我们的 Antarctic 慢慢的融化，所以我们的雅加达会 flood 是因为这个。第二 ，What is climate change？ 什么是气候变化？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，我们还不会了解的。我们现在慢慢的了解，我们怎么会有这个呢？我们一直燃烧矿物和石油，变成了 carbon dioxide， 或是我们知道的二氧化碳，因为这个。我们就慢慢的，我们地球慢慢的温度变高。第三 ，What is the issue and what are the solution？ 我今天要讲不是 global warming， 可是我要是说我们的 greenhouse effect， 这个是因为有我们的二氧化碳，因为我们一直烧垃圾，烧石油和烧矿物，这些他们做了。carbon emission 或是我们知道的 CO2， 让我们因为太阳它给我们阳光，那个阳光不会出来，所以会慢慢的在地球变温度变高。然后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事？我们可以用比较干净的我们可以用比较干净的方法来发电，像我们用核能来做发电，我们也可以用像我们从石油车，我们可以改成变成电车，和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用自行车。第四，我的心情。我的心得，如果我们一直燃烧二氧化碳的话，我们的地球不会有我们叫的 atmosphere。这个 atmosphere 它帮我们保护从像 asteroid 和 meteorite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地球会慢慢的消失。然后如果会的话，我们要保护好它。谢谢大家。